吃铁板面，香。为了娜娜，我今天没有吃黑胡椒，你有加辣椒，我的辣椒，但它不是黑胡椒口味。我给你吃一口，来一口。那我给你画。你吃的是蘑菇那个？嗯，要我画跟你画，你要吗？我很慷慨的，对吧？我觉得炒热铁板面比外面的早餐店好吃。是他的酱厉害。因为我老婆很爱吃铁板面。外面的那个铁板面就是会。就是面体会不对之外，我觉得它那个酱啊，很勾芡，哦，就味道吃起来会很淡，勾勾淡淡，嗯，像是黑胡椒味就很重。然后配上的午餐肉，我一定要配半熟蛋，把它戳破，在那面里面。喜欢吃面面，对对对啊！而且面条很粗啊。快接近乌龙面的面条了。不是给你擦桌子，是我要擦嘴的。哦。我以为你要擦自己的，然后擦子掉到地上。你把它弄了。嗯，他叫他，我叫我把它夹。那这个夹子我不是很会用。没有，不知道为什么开了。哦。它本来不是开的，不是，是这样，它这样子卷起来。哦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开了。哇，他们拿去玩吧，倒是蛮可爱的。慢慢吃，慢慢。你这样拿下来以后，肉还会超卷。超卷。对。这样看起来，脸好大。妈妈，我要开始。嗯，快吃，快吃。这个可爱的手表。以后不要这样出门哦。现在的阿妈都是这样出门的。不是啊，他如果这样出门，就是他有时候我看以前男朋友就已经在旁边，他有时候卷这样子出门，他到底要到哪一种情况他才放下？回家。到他觉得够卷的时候。爸爸。
当遇到前男友的时候才要放下他。到底是谁发起这个流行？是不是韩国？但韩国韩剧也有。嗯。韩剧也这样子啊。女生不会单车出门吧？有吧？有，我之前看韩剧。有单车出门吗？没有吧。女学生。拿下来了。哦，好卷。婆婆。哦。你看嘛。婆婆，你去看看。我岳母来了，来看我岳母。Yuna 去迎接。要把客厅恢复比较像大人住的样子，因为我这饭要放个垫子，小朋友爬比较好爬。这黑胡椒也蛮辣的，要买一堆菜回来，啊、看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？对啊，刚起床了、欸。没有，我想说你会带一大堆食物进来。没有，我去拿药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我快点电话筒一筒黑。这是什么？手表。手表哦，妈妈的吗？哥哥的。哥哥的哦。奶奶吃，他还没吃哦。他就一直边吃边玩。爸爸，给你萝卜。萝卜。好。你吃一点，快点，吃一点点。哇，这鞋子应该到用奶吧？用奶鞋子可以拿去卖的。吃完了，你加油。